大哥，这个炒什么？大哥，这个绿豆芽多少钱一份啊？啊，你说五张，我家给你管有多少钱都可以。哦，要多少钱都行。这一盘是多少钱啊？一盘58块钱。哦，5至8块钱。啊，炒出来就是两块一份，两块一份就单独乘就乘一下就行了。啊，是这样子。给你有多少钱？给你盛多少钱啊？是这样子啊，加上盐味精，这就是2元炒菜哥。然后后面呢，其实大家他不是所有菜都有两块，像2块钱豆芽是有2块的量，也有5块的，你也可以炒8块的都可以，加上一点辣椒，辣炒豆芽，都是用这个梅灶煎炒的。大哥给尝一尝，看看熟没熟，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小态度。加上一点盐，辣炒豆芽，好，这个就可以待会儿放这里边分装，是这样一个概念，大家不要误会啊。